李在镕同志在他们的 Hades 工厂利川那边，也韩国时间11点，然后我们这边10点，然后要进行告别式，所以我们台湾这边也就是简单的同步一起举行这样。这个很心酸。那时候的记忆到现在还非常的鲜明，那我到现在还是不敢相信你就这么离开了。지금이렇게너무부딪히면제가슴속에계속남아있을것같습니다那我一样也会带着你的遗志，然后继续的坚持到底。那请你不要再怀抱任何担心，那安静的、放心的离开吧。저희가꼭연대의힘을받아이먹피자본박살내도록하겠습니다我们工会还有所有的生源的连带们会一起带着你的遗志走，坚持走到最后。第二次来台的时候，在永丰金矿前面那边，他们在永丰银行里面就真的是足足跳了2个小时的舞都没有停这样。然后我真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陪他哥出来之后，然后就是在前面在就是真的真大就直接就跪拜，然后就跟感谢大家，然后他就很真诚的握着大家一个一个握着大家的手道歉，跟大家道谢，然后跟大家道别，然后我觉得就很就是真的很就当时就真的是还蛮难过的，就是一个国家的资本会叫就是逼得他们这样子快来台，然后抗争，然后要承受这样的压力，那再加上包括之后，又在台湾听到他的消息，又再更加觉得，但我还是要记得，就是最后他的，请大家要记得，最后他遗书是告诉大家说要坚持到底，要继续抗争下去，那这也是这样，以后我们要继续加油的目光。만남겨 새날이 올 때까지